七连胜，球锤啊！七连胜来打我呀！啊，怎么说？很烦，就是一种球锤的感觉啊！球锤，八连胜来打我呀！知道什么意思吗？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啊，就是九连胜来打我呀！啊，来打我呀！就这个意思。来一杯吧。没有什么对手，就有点很烦。有点烦。他姓穆。我感觉我的贾克斯这把还是很帅的。不降，不降。可以，这把我地主两炸，补一个，补一个大王，补一个二就行了。叫地主。啊，补个十，补个三，炸了。这样补就很难受了。这样补就很难受，不加倍，超级加倍，补一个四，这个四是拖后腿的，也就等于说我这把是什么，一炸加两炸加两个单嘛，就这个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这个牌。那二话不说，上来先出一张四，先出一张四，六，勾。打一张勾，这个勾打得很舒服，为什么？因为勾打我过个圈，这样的话我直接就是两炸，啊、不要，这样直接就是两炸。他出 K， 我们呢可以炸了，先炸一下，看试探一下对外面的火力。哎，但我可以也可以忍一手，但忍的话我等不到，等不到，我决定先炸一手啊，看外面火力怎么样。看外面火力如何，多一张五，这个五还是比较难受的。炸弹，四个尖，大小王没出来。大小王没出来的话，我可以用二来试探一下外面有没有王炸。顺子，好，这个顺子的话呢，没什么用啊。五六，六七八九十，啊，六七八九十，对吧？可以打，可以打。哎，压死！这样的话可以打三对一，加个炸，哎，而且我能说手话，逼个炸，逼个炸。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。他两张牌，如果是王炸，我肯定是没脾气。过。我就一张牌啊，他不是王炸，大王在他这边，那我不要。要不起。我不要。不要。七。多一手牌。多一手牌，不然就赢了，就多一手。炸弹直接起跳的这个牌，舒服，又是我地主了啊！不叫，叫地主。补个巧王，不强，没补到。K 尖二还行，没有地赖，有点伤。不加，超级加倍，打不了，有点烦。对王之王，先打个五吧，收回来。十。大王，逼一炸，哎呀，这牌我们大王逼一炸，对二逼一炸，逼两炸是最好的，知道吧？这牌是这样打是最好的。炸弹出，炸了你就出。不要。四，啊，不要拆二。十，其实他打十就二就可以拆了。我们逼个小王，二单二说手话，啊，你出。出，对六，对尖怎么说？对尖，哎，出，不要，对二，出，六个头，很烦。炸弹，过，我就一张牌了。你这个牌，你跟我起跳，你告诉我，你凭什么跟我起跳？对吧？要不起。一对三，你怎么说？对视怎么说？要不起。不要。对视怎么说？ Pass。 对勾怎么说？要不起。炸弹。哎，出，出。不要。开始你的表演。一张牌了。要不起。六。真的没法打，知道吧？也没有送电，扛的也非常好，就是牌太小。这个牌我打地主不错，叫地主，
不抢。补个五，补个七，无敌。补了个四，这个八有点小难受，但可以接受。我们呢不加倍，不加倍。飞机一二三，花一个赖子一炸，那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歼二小王，歼二小王，这样打好不好？不好说，看能不能等到。所以呢，像这个牌你可以去打，哎，可以去打飞机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要先打三，看情况，把主动权交给别人，让别人送到你的手上，这是最舒服的。如果你主动打这个飞机的话，那你就炸啊，因为你不知道是打双飞还是三飞啊。打了一个尖，我们二猜不猜？猜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两个二加个小王，所以我猜二的话，我的二可以说说话，我的小王呢也可以说说话啊，所以很划算。先猜个二，大王直接下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牌很好打，很自信。但我该不该炸呢？我该炸，但是我不能炸，因为我的炸不够多，知道吧？我要说的话太多，所以我要等，啊，等送电，这个牌不能炸了。三带一对，你看这个呢，就变相送到了我手上，虽然不是那么的舒服，但是呢，总比你主动炸完之后打要好。啊，压死，这个就可以接受。像这个牌很明显四保一，100%四个头加个单，我这个时候一定要把它按死。但是按完之后我能不能过去呢？过不去，因为他四保一，我六跟九过不了他的这一关啊，所以我选择放弃。他打个单，啊，还剩个大单，他会给他咖啡，他会炸我，没办法，他还有一炸啊，他给他咖啡，其实是应该他给他咖啡的啊，他点了一手托管，非常的好。为什么点托管呢？这个人麻瓜。这个人麻瓜，二，这个人不会打，小王不要，那我赢了。没想到他是呆骡子牌，呆骡子牌，他吐了啊！我有点没想通啊，有点没想通。pass 要不起，他队友也没想通。顺子，这个人不会打，我这个时候要炸一波了，四个勾先炸一波，看他怎么说。他炸我，我能炸他啊！我还有单二起跳，炸啊，小老板五个圈可以。过 pass。很强，嗯，好，不错，没人叫。四个九，三四五六七，少个不叫。哟，这个牌没人叫，很奇怪，为什么？肯定底牌有张大王。虽然我只有一个赖子，我牌很差，但我决定叫一手，因为我认为底牌是大王。叫地主。论分析。我金牌讲师谁都不服。不加倍，不加倍，不加倍。顺子过。感谢韩金龙宇宙第一帅送上的飞机。要不起，四单二，耶，花里胡哨。不要，过，不要，好吧，六，好，他这个牌肯定是四保一。四保一的话，如果我过一张屎，他再过一单他就没了。那如果我不过屎呢，会怎么样呢？我来四带二，四带二这样子带，那就多一张 K 可以打。如果他要不到，我直接炸。他再给他咖啡，意思让他炸，他五个头，很烦。炸弹！哇！过。快点啊，都等得我花都谢了。难道说你是四个尖加一个勾，你是五个头，你只有这个可能？如果你不是的话呢？快点啊，都等得我花都谢了。三 K， 哎呀，亏了。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炸弹，我靠，赢了呀，这把王炸一锤掉赢了呀。四带二打我四个九，十炸锤死你。算错了算错了，这个人他一手咖啡把我搞得有点虚了，按正常的逻辑分析我应该要锤他的。